船在大海上就相当于纸，很渺小，有这海浪啊、涌啊、大风会造成船体的一些动摇、横摇，操作设备啊、跟踪啊、射击方面的，那也会体现出人员的一些操作水平。在舰载武器不断升级、导弹数量大幅增加的今天，舰炮为何依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反舰导弹、舰空导弹、巡航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使舰炮一度陷入是否要被淘汰出局的争论。然而，经过多次实战检验，传统大口径舰炮消亡，现代舰炮有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新特点。在全面导弹化的背景下，世界海军强国仍在不断发展舰炮。如今，即防空、反导、对海、对岸和对水下攻击等多种作战能力于一身的新一代舰炮武器系统，再次成为现代海战场的宠儿。不像以前老炮一样都是人工操作的，已经实现了自动化。上级指挥系统发现目标，或者我这作战系统发现目标，会自动接收目标的指示信息，自动搜索跟踪。在做出预判的时候，我方就会在这期间很快地转换了打击目标的一种弹药。作为射击指挥员，必须得分析哪一个目标是对我威胁最大的。步炮的操作灵敏度比较高，对于打击对海目标、对空目标，炮手微调会导致距离很远的弹着发生很大的变化。舰艇本身相对于目标相对于运动，对于打动的目标本来就不好打，还有一个舰艇本身高速航行，风浪带来的各种因素影响舰艇的摆动摇晃，对于炮手就有一个很大的考验。二战期间，为了防御空中来袭炸弹和水下直航鱼雷，战舰需要做快速的小半径 S 型加速转弯，这是军舰对付俯冲轰炸的有效方法。如今，水面舰艇面临的威胁变成导弹、鱼雷等更加先进的武器，但是大角度机动转弯这样的快速机动能力，仍是各国水面舰艇的必备技能，这又是为什么呢？大角度机动呢，主要就是一个是改变我舰的航向航速，改变我对敌方的相对位置，来适合我武器发挥最好性能。另一方面呢，是改变我相对于敌的目标的范围距离，从而使我舰来规避鱼雷、导弹、飞机等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我发射干扰弹需要我加速来扩大我与干扰目标的距离，跟武器装备相结合，根据武器装备的性能它需要我提供的航向航速，我来采取相关的速度的变化。056和056型护卫舰呢，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一代轻型护卫舰啊，在海军的发展中呢，它主要是替代老一代的这个猎潜艇及导弹护卫艇啊，实现了海军装备的更新换代。它具有着综合作战能力强、现代化程度高、机动性能好等特点。它主要担负着近岸和近海的巡逻、警戒和护渔护航任务，在作战中呢，担负着对潜作战和对海作战任务。它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完善基地水面舰艇兵力体系结构的主要装备。国产中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发，从护卫舰开始，逐渐走向成熟。1966年。人民海军第一型自主研发的中型水面舰艇65型护卫舰服役，它的研制为国产驱逐舰、护卫舰的设计建造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奠定了技术基础。1975年，人民海军第一型自主研发的导弹护卫舰053H 型护卫舰正式服役。这些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搭载反舰导弹的护卫舰，实现了国产护卫舰向导弹化的跨越。该舰的批量建造满足了海军对较大数量的中型主战舰只的需求。2005年，首艘054型导弹护卫舰列装海军，舷号525。武器系统更新后的054A 舰更是世界上先进的导弹护卫舰之一。而054首先采用的隐身技术和舰船建造技术被应用到其他舰艇上，
造就了海军舰艇建造的一个井喷时代。零五四和零五四 A 型导弹护卫舰是人民海军执行任务最多的当家舰艇，迈出了从近海到深蓝的一大步，成为中国大国形象的一张名片。2013年，零五六型护卫舰入役，它的出现陆续取代日渐老旧的零五三 H 型护卫舰，以及年事已高的零三七型反潜护卫艇，成为中国近海防御的主力，为走向深蓝的人民海军守住稳固的后方。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酝酿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试射，这一项被称为580任务的试射最终落点是南太平洋。为了带回记录导弹全程飞行数据的返回舱，需要派出一支远洋舰队、护航观测船。然而当时我国最先进的战舰是从苏联引进的四大金刚，101鞍山舰、102抚顺舰、103长春舰、104太原舰，排水量只有1500吨左右，很难胜任远洋护航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自主研制051型导弹驱逐舰。1971年，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导弹火炮综合型首制驱逐舰济南舰正式服役。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能自制中型作战舰艇的国家之一。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顺利发射，以超出音速20倍的速度向预定海域急飞。在距离海面还有几千米高度时，装有导弹飞行重要参数的数据舱自动从导弹头部射出，打开降落伞，徐徐飘落海面。早在附近待命的导弹驱逐舰立刻向落区开进，打捞直升机垂直悬停在洋面30米处，仅用5分20秒便成功打捞到数据舱。此次试射的末区安全警戒护航全部由人民海军完成，这也是中国导弹驱逐舰在太平洋上第一次亮相。105济南舰如今已是中国海军博物馆镇馆之宝，正是从它开始，国产驱逐舰真正进入导弹时代。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间，一直是中国水面舰艇的中坚力量。虽然051全舰总体设计水平有了很大突破，但防空、反潜、电子战及自动化水平难以满足现代海上作战需求，发展全新的现代化水面作战舰艇迫在眉睫。在作战能力方面来讲，它舰对舰的这个攻击能力是比较强的，可这个对空的这个作战能力呢已经不行了。这个火炮系统呢太落后了啊！它不是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系统啊，这个导弹打过来很快就把你就没有办法去拦截。1983年，参与设计过扫雷舰、护卫舰、051导弹驱逐舰的舰船设计专家潘进福接到一个任务：中国将自主研制052型导弹驱逐舰。新型导弹驱逐舰是集合了多项高精尖技术的系统工程。整个舰上有10多个分系统，几万台设备。中国在新型导弹驱逐舰的诸多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动力系统，我们有燃气轮机吗？我们有高速柴油机吗？没有啊，所以我们那是非买不可。有针对性的引进先进技术，是提高我们的技术起点。只有这样做，第二步我们才可以国产化。经过反复探讨与争论，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总体指导思想得以明确，那就是自主研发、部分引进，动力系统、通信系统等从国外引进，其他系统由国内自主研发。军舰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与051型相比，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第一次提出作战系统概念，这是052型设计中最大的亮点，也是最大的难点。对于当时中国的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武器工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我们国内的话本来就是没有这个作战系统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以前我们的国内的话呢都是单机单孔，就是你负责副炮的就副炮，负责主炮的主炮，没有简简那样一个统一指挥的一个组织。作战系统设计是舰船执行警戒、跟踪、目标识别、控制武器等在内的作战功能时进行的全面、综合、统一的考虑和布置。052型舰之前，国产驱护舰上所有武器装备都是单个装舰，互不联系，靠指挥员口令实现全舰合成作战，无法达到有效的综合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根据设计要求，052型驱逐舰上雷达、导弹、火炮、鱼雷和辅助设备必须构成有机整体，因此所有的打击参数都需要通过计算机编程来计算。在计算机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052舰进行了大量软件编程，实现了部分信息化目标。然而所有信息最终汇总到哪里呢？在一次考察中，科研人员看到一种新型指挥系统，叫三人台。一个舰长，一个作战副长，一个情报军官。情报军官他就录取信息，把哪些危险的信息他告诉舰长显示出来，作战军官抵测作战意见，这个台子叫伪上色。三人台的实现对军舰各分系统的整合提出了极高要求，只有功能模块化、系统自动化和数据一体化的现代军舰才能实现三人台。三人台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却一无所知。像这种系统，国外不可能把那个资料双手供奉给你，就靠自己在考察的时候呢，看他一些关键的部件怎么操作，回来以后就琢磨，反复试验，到最后还是终于实现了。正是从052舰开始，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大幅度跃升。052型驱逐舰的建造任务落到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江南造船厂。面对这个任务，素有江南汉王之称的刘维新却急坏了，因为052型驱逐舰使用的新型钢在试焊时总有开裂现象。难度就是裂缝强度高，那它一般的这种材料怎么了，强度要抵这个平时这样这种一般型钢的2.5倍，强度越高，加的元素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越多以后它的可抗性越差，越容易裂缝。军舰驰骋大洋，一个小小的焊接瑕疵，可能导致船毁人亡。江南上就是跟我说的，船体如果出现裂缝的话。这个是颠覆性的问题啊，你总是啪板这个事情。新钢种的应用研究时间太短，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维新发现，如果改变以往习惯的焊接方法，裂缝的问题就能有所改善。关键不在焊条焊丝，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上。在焊接工艺中，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一般都要放置焊接衬垫，以确保焊接到位、焊缝平整。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衬垫。一般的钢，我把这个衬垫拉开以后你焊肯定好，这钢不行，衬垫和钢板要压实，一点没有缝，这到后来是成功的。1991年，中国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052首舰舰台建造完成，并成功下水。下水之后又经过3年试验调试和改进，最终达到了设计之初所要求的全部技战术指标。1994年5月8日，112哈尔滨舰正式交舰。终于看到自己亲手画的图纸，各种各样的计算都成现实的，成了一艘舰了。用武装光荣，感到很高兴，非常高兴。这条舰用了这么短的时间，现在取得了这样好的一个成果，不容易，外国也很少了。其实在码头挂了10年磨一剑。
两年后，113青岛舰正式服役，国产化程度大幅提升，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是国内第一型现代化多用途战舰。随后的升级版052C 型和 052D 型配备相控阵雷达及垂直发射系统，被誉为中华神盾。2002年，青岛舰作为旗舰，人民海军编队第一次展开环球航行，十国十港，历时4个多月，总航程约30000海里，跨越3大洋，东西半球。人民海军终于实现了苦苦追求几十年，从蔚蓝走向深蓝的梦想。2000年，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上海分部的一座小楼，笼罩在一片忙碌气氛中。这一年，他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这就是尽快设计出一款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导弹护卫舰，而这款导弹护卫舰的型号代码就叫054。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拉斐特级导弹护卫舰问世，引申成为其最受关注的舰艇技术指标。054型导弹护卫舰的目标就是追赶这型划时代军舰。现代军舰如何实现对雷达隐身，主要是改变军舰外形，尽可能把武器和各种设备包裹在多面体外壳里，因此隐身功能强大的军舰船体表面几乎找不到一块垂直钢板。这样的设计听起来简单，却意味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有种众志成城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一般普通的工人，他们都老是讲的，已经到了低谷了，我总是要爬上来的。组装好的柴油机性能是否可靠，通常要进行400个小时，将近20天的试车，这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候。柴油机试车时中间停下来检测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否则前面的试验就算白做了。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只有柴油机的轰鸣，厂房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400个小时终于过去，所有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柴油机试验成功了。2005年3月，首艘054舰提前交船，列装海军，舷号525。此后几十条054A型护卫舰也陆续建成入列。054和054A型导弹护卫舰是人民海军执行任务最多的当家舰艇，迈出了从近海到深蓝的一大步，成为中国大国形象的一张名片。利比亚撤侨的时候，五星红星升起来了，当时在电视跟前我就流泪了，那是我设计的船。在驰骋大洋的双航母中，山东舰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首艘国产航母。第一次盛产这种，超过300米长的大型的水面战舰，没有经验可循。2013年年底的一天，在大连船舶集团的一间厂房里，随着数控切割平台上一道闪亮的弧光划过，山东舰的第一块钢板被切开了。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开工建造。山东舰建造是一个巨系统工程，建造总量超过20艘超大型邮轮工程量总和，上万个零部件，上万台套，各种设备遍布全船，许多特种装置属首次研制和安装，施工难度巨大。我们的山东舰呢是从无到有，我们是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首先呢要攻克这个船体建造这一关，这包括咱们的特种钢材的这种性能实验，所有的设备都是国产自主配套。2017年4月26日，随着一瓶香槟摔碎在舰首，两舷喷射绚丽彩带，备受瞩目的山东舰提前1个月下水。然而这只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接下来建造人员要面临更加严苛的挑战，这就是细薄试验。在这期间，航母上的上万余套设备和系统需要联调联试，每天同时上舰工作的人员超过5000人。2018年5月13日清晨，
巨大的山东舰踏上了首次海上航行试验的旅程，经过五天航行，多项国产化设备等得到了进一步测试，达到了预期目的，使这艘国产航母像成为一艘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舰船，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19年12月17日，在南海之滨的三亚，这艘我国完全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命名山东舰。从开工建造到正式列装，仅历时6年，这种速度表明中国已经具备制造航母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能力，